购物年金是一个划时代的观念，可帮助聪明的购物者透过 shop.com 与超连锁事业转消费为收入。这不同于一般银行所提供的年金计划，您不需要事先投资一大笔款项。在我们的购物年金计划下，您的投资就是您原来每日的消费，平日的花费用于娱乐、服装、家居用品、食品与饮料、交通、住房、个人保养、医疗保健、电子商品、玩具、季节商品等。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为56,352美元，平均花费为51,100美元，其中的18,750美元或更多的消费支出可以转到您的超连锁事业和 shop.com 网站购物。购物年金评量是用来确认您如何将现有花费转成收入。超连锁事业和 shop.com 网站系统能追踪您购买伙伴商店产品及美安独家产品的所有消费资讯。您本人购物或您推荐他人购物，您都可以从这些购物中确实获利。